请后亚洲区品牌大使白宇登场，欢迎白宇。哇，也太帅了吧！请白宇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宇。好，欢迎白宇。哇，你怎么越来越帅了呢？没有，谢谢。你的颜值是没有上限吗？谢谢。大家今天见到白宇，开不开心？开心。白宇帅不帅？好，希望接下来活动呢，大家能够更加的开心。那我知道你之前有经常会来杭州嘛，包括录制节目呀，包括宣传电影啊。哎，聊一聊你对杭州的印象怎么样？其实我很喜欢杭州，因为杭州就是风景很优美，但是我很少有机会能出去游玩啊，什么生活呀，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杭州。哎，那想聊聊对杭州粉丝的印象怎么样？很好啊。特别热情是不是？对，你不热吗？戴了那个头套不要中暑了，你可以把它摘掉。对，今天很热，大家来这儿都很辛苦的。今天白宇是作为后呢亚洲区品牌大使的身份来到现场，我知道你现在的护肤实力很厉害，已经是高段位了。还好。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护肤习惯吗？其实我觉得护肤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坚持嘛，首先你要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再就是要清洁，然后要补水。然后我最近呢一直在用那个全新升级款的天绿丹系列嘛，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它对皮肤会有很好的那个提拉紧致，补水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就呈现出我最近的状态也还不错。怪不得今天呢脸特别小，特别紧，特别帅。谢谢。那我知道这演员实际上要拍大夜戏嘛，需要熬夜，但是你每次展现在我面前呢都特别的饱满的精神饱满，然后皮肤状态也很好，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种放松自己的一个方法？因为我知道你的粉丝也很爱熬夜，喜欢熬夜看你的剧。不能熬夜。以前我确实也有时候会熬夜，但是其实我觉得首先好好睡觉其实对自己的皮肤和身体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嘛。然后确实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因为拍戏的时间不固定，然后总熬夜，你的皮肤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一些状态嘛。其实这个时候我再推荐一个，就是用天绿丹的精华。对，因为我觉得它呢是确实可以起到一个让你的皮肤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效果。然后其实就是好好睡觉，然后好好休息，再用一些好的适合自己的护肤品，从内到外的去把自己给好好的调养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哦，原来天绿丹的精华就是白宇呢逆生长的秘诀，大家也可以回去试一试。晚上如果实在要熬夜，实在想看剧的话呢，可以先涂上天绿丹的精华，是不是这样由内而外的感受这种提拉紧致的感觉，可以试一试。那今天知道你要来这边吗？我们准备了一些小问题，有一段快问快答，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你，可以吗？好，可以。好，那准备好没有？那我现在呢就为你带来。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快问快答。第一个问题，请用三个关键词描述你自己。三个关键词是个男的啊，然后西安人和面条，行，可以。好，就这三个吧。好，那第二题，出门必备的三件物品是什么？他们都替我说了，对，帽子，然后还有拖鞋或者洞洞鞋，然后还有什么啊？还有小宇宙哈、啊。对，还有出门要带上小宇宙的爱，对不对？对。好，第三题，你会先涂水还是先涂乳液？先涂水啊。哦，那难不倒你，难不倒你。好，下一题，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想飞翔，对。那最想挑战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其实这个没有绝对，其实正面角色反面角色只要他足够吸引我，我觉得都可以去挑战。
我还蛮期待你能挑战一个充满魅力的反派角色。是，我也很期待，对，我也很期待能遇到这样的角色。大家期待吗？期待。那期待演员白宇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挑战和新鲜感哦。好。那想要喜欢滑雪还是打游戏？滑雪吗？哦，最近爱运动是吗？对。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现在是爱滑雪的你了，对吧？对，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正能量爱运动的人士。那想去西湖划船还是想去灵隐寺爬山呢？划船吧。对，为什么划船？因为划船可以坐船上那个随波逐流啊，不用使劲儿，比较轻松，是不是？感受西湖的美景。对对对对。好，下一题，哇，很难哦。最长能够坚持多久不吃面？没试过，没有，两个小时有点那个太那啥了，就也没试过最长能有多久坚持不吃面的。等哪天试了我再告诉你吧。对，别人是勤勤恳恳干饭人，你是嗦面人，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最喜欢杭州的一碗面是什么？哎，我今天中午吃的那个叫什么片儿什么啊？是吗？啊，片儿川。对对对，片儿川好吃吗？这还不错。对，还不错，就是跟西北的口味是有点不一样的。对。啊，什么什么浇头，大家都问得很仔细啊。我都不知道啊。好的，那下一题，下次开直播会是什么时候呢？啊，那就今天吧。那就今天。大家都会抢答的，是不是？那记得5点守候我们的直播哦。那今天白宇请来现场呢，我们品牌也特别为你准备了一份礼物，接下来请你留在舞台上，我们再次请上我们的翟守信翟总，有请翟总，请来到舞台上，请工作人员送上这份礼物。啊，这是天旅丹和绿提拉系列的礼盒，这份礼物也承载着后的祝福，祝愿白宇能够同样直闯时光，为我们创造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好，我们看向摄影师共同合影留念。好，看一下我的摄影师一同合影。好，我们多几张照片，多几张照片，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我们来多几张照片。看一下视频，看一下视频，看一下视频。好，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好，同时来请工作人员帮忙把礼盒先收拾一边，我们再次请上于晴女士，有请于总来到舞台上，非常高兴的于总呢给我们后这样的机会，大家呈现这么精彩的活动。好，请三位靠在一起，来可以靠得紧密一点，一同合影，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好，我们多一张，多一张。OK， 好，谢谢两位。那接下来有请白宇单独留在舞台上拍一张照片，给大家拍照时间啦，来快拍哦，好帅哦。好，我们来留几张照片给大家。活动即将结束，最后请白宇跟我们再说几句吧。快回家吧，今天太热了，对，然后大家要注意身体，要多多爱护自己哦。好，谢谢，谢谢白宇，谢谢。好，接下来有请白宇来参观一下快闪店。